你赶快讲。啊，就是黄兴东最官贵，全中南国最官僚的人，不让我们进去开会，连总统府都要最速件要他处理了，他不处理。就我们言论会的那个，就坐在莲花座那个人啊，坐在莲花座那个啊、哦欸，那个黄兴东啊，哦，黄兴东就不让我，他刚刚要递陈情书给他们的人哦，叫四五个警察把我抓下来。哦，欸、你就一个人来吗？对。哦，了解。本来有四五个人来，说他不让我们进去，那其他人都没来了。哦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木火。杨木火。对，是这里的当地居民吗？我们以前就住在那个和那个深水池后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你是参加什么会议？我就是合适的会议啊。啊，你是委员吗？不是，我是记者，我是记者。好，谢谢你。